石田现身，快闪一分钟 PCR 今晚出关。大 S 老公鞠俊晔在宣布闪婚后，隔天立刻飞来台，熬过十天隔离，最快将在20日，哎呦人类，最快将在20日零点出关。今早他现身饭店车道，步上防疫裁剪专车做 PCR。不仅媒体驻点，许多粉丝也早已守在饭店，为了跟刚死会的欧巴道恭喜。S 说据姐夫今天穿着，跟三天前给小 S 的应援影片是否同一件呢？欧巴好帅。据姐夫快很准完成检验，快闪一分钟就马上回饭店。OK， 搞定。不行，因为他还要有七天的那个自主隔离，所以还不能跟他那个接触。也是说出关后自主隔离会另找饭店，还是去大 S 家急冻房？记者姐姐询问小 S 看到姐夫的照片跟20年前有差很多吗？小 S 立刻回了一个暗赞贴图，直夸姐夫帅。我想说邀兄弟来家里做客。你说来我家吗？对对对，当然啦。然后自己下厨或是拿手菜给他吃。我最近已经很久没下厨了耶，可是如果兄弟要来的话，我应该会煮几道菜给他吃。老公会吃醋吗？看到你一直在讲姐夫。不会啊，我老公还跟我讲说，哎 ，baby， 我还想到有一家餐厅可以带他去。黑男好客的徐雅君表示，一定会邀请姐夫到地堡豪宅，并欢迎姐夫 Welcome to Taipei。我老婆说会招待他，就应该会，礼貌上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也赞姐夫变化不大，年纪不重要，重要是人的心。身为我姐的姐妹淘有很多嘛，我们就一直在筹备说要那个哪一家餐厅啊，哪一家麻辣锅啊，哪一家什么什么，就是希望可以那个给熊博吃到的什么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